而且酵素，你知道活性酵素就是抗氧化，然后黑醋栗就是保护眼睛，就像我们这个保护眼睛所有的疾病，然后老人家，我们年轻人的话是三 C 产品用太多了，那一点一滴的去伤害到我们眼睛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等到严重的时候，很多人雷射或干嘛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办法治，也没有办法断根了。然后呢，老人家的话就是什么青光眼呐，哈，什么黄斑部病变呐，哈，或是白内障啊，哈，飞蚊症，对，然后。还有心血，保护我们心血管，还有预防阿兹海默症。喜欢的话可以带一瓶哦。OK， 我再考虑一下，谢谢。不客气。